dialog 不行了，穷的很，没饭吃。有钱的人呢，帮他打工，不给饭吃。不打工就不给饭吃。我其实是做童谣去，我爷养不起呀。做童谣去，我那是好受养活的。今天婆婆不给饭吃，明天又抓到大一顿。所以后来就参加游击队就走了。 红军来了，我不参加了，宣传红军，当然是为穷人了。我去上朝就打，拿着将军的吃的，反正过也没得呀，还打仗。如果坐下去，溜地上全在头发又发白嘛，你就是翻到管理去了。走到哪里打到哪里，拖到哪里就完了，走出来就是。 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我们是给民来的，不是给你们当马来的。